上帝，亲近所有祈求伊的人，伊要接近诚恳求告伊的人，伊要成全敬畏伊的人的心愿，伊要按落去听因的呼求，拯救因。天父，今仔日是天父上帝为着咱陪伴的日子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直接请咱大家来吟诗。圣诗二十一首 A， 二十一首 A， 上帝真正是我上帝，请起立。要请圣歌队来学乐，要唱一首，咱就一齐来敬拜耶和华。圣歌队，主的圣手。你做。
亲爱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本主日，咱称作是宗教改革纪念主日。其实，这个日子是为了要纪念马丁·路德，伊伫主后1517年10月31日，伊写一个95条的问题，伊要针对迄当阵的教廷发出伊对赎罪券提出的谣言佮抗议，伊就将这95条。搭伫威登堡教堂的门口，毋茫教堂的宗教领袖，也是讲神学家，对伫伊所提出的问题，会当回应，也是讲会当甲伊辩论。实际上，马丁路德，伊真早就进入伫修道院内底，食做修道士。伊伫上界严的、上界宋香的奥古斯丁修道会内底，总是伊伫修道的过程中，直苦修。甲赎罪中间伫挣扎，伊毋茫通过伊不断伫苦修、不断伫认罪，会当得到上帝赦免。总是即个过程并无法度予马丁路德得到逃亡，所以有一摆伊就计划要到伫宗教中心罗马来朝圣。伊毋茫通过即摆朝圣的旅行，会当得到心内真正的平安。真无拍算，伊即个过程中间。伊搁较观察到神职人员的奢华佮腐败。1515年，教宗奥利十四，伊为着要修整教廷的教堂吼，圣彼得大教堂做借口，伊大量发行赎罪券。赎罪券就甲大家讲，若是有罪的人，只要你开钱买赎罪券，你死了后。你的灵魂就会当升到天堂，而且为着要增加迄个销售量，伊搁较宣传啥物？伊讲钱币落入钱柜底，叮当响，灵魂瞬间脱离炼狱，升天堂。也甲大家讲，你若搁较买搁较侪赎罪券，唔那你即马犯的罪会当赦免，连你以后你买当侪，连以后你要犯的罪拢会当得到赦免。唔那安尼，你搁会当。替迄个已经死去的人来买赎罪券，让遐个死去的灵魂会当脱离迄个炼狱，进入到伫天堂。所以赎罪券，因为大家安尼宣传，会当就加做大家对赎罪券的观念，讲伊是一张直接通到天堂的快车票。16世纪的人非常惊遐地狱、甲炼狱迄个火的苦毒。既然有人讲出这种真方便、阁会当真俗的方法来赎罪，所以大家拢买甲足侪赎罪券，就销甲真好。总是马丁路德，伊无法度接受赎罪券的观念，因为伊认为人只要敬虔信仰上帝，因为信心，伊予上帝来看做是义人，死了后灵魂就会当得救。所以，咱无需要通过人，吼，通过我甲神父来告解，了后伊予我得到赦免。咱无需要通过人，也无需要通过人的方法来达成上帝的救赎。所以，马丁路德伊伫1517年10月31日，将伊迄个95条的问题，搭伫威登堡教堂的外口。伊所要指出的是，讲到教会的唔对，以及赎罪券的无合理，所以开始了宗教改革的运动。因为通过宗教改革运动了后，脱离天主教，产生一个新教，就是咱即马所讲的改革宗派基督教，就好亲像咱长老教会共款，咱就是改革宗派的基督教。宗教改革运动，伊有真明确的口号，有3点：第一个，只有信心；第二个，只有稳定；第三，只有基督。这个原则真清楚，所以真容易就促成迄个宗教改革，真紧伫别个国家不断，大家拢来回应。所以这3点根据的经文。只有信心，就是根据罗马人书第五章所讲的因信称义。只有稳定，伊所讲的是加拉太书的稳定是赢过律法，以及基督托放咱，予咱基督徒有自由。
啊，佮只有阮基督，就是希伯来书讲着，基督是唯一的永远大祭司，佮迄个唯一的中保，而且咱所有的信徒拢是祭司。兄弟，通过今仔日宗教改革纪念主日，予咱佫一摆转到改革宗的迄个精神。咱伫生活中爱展现出咱是上帝祭司的特质。咱用信靠、谦卑、顺服的心，依靠主来得到生命中真正的富足。富足，伊的定义是啥物？可能咱每一个人无同。不过，咱会当对一个人，伊对资财的看法佮使用，会当来反映伊对富足的价值观，佮伊一个人生命的光景是安怎？俗语讲：“有钱能使鬼推磨。”可见金钱，咱人对金钱迄个崇拜。一般世间人，伊趁钱就是为着现主时我的肉体会当享受，我会当食好、穿好、用好、戴好。我所用的方法，就是要让我的肉体感觉真舒适。请兄弟，咱基督徒嘛是需要积财，总是咱对积财的态度佮使用。是甲一般的人，毋捌耶稣的人是无共。其实，咱的圣经，规本圣经内底，真侪所在拢有讲到基督徒伫生活中，咱对伫钱财的运用，甲对金钱的看法，其实拢有真正确的观念。只是有当时咱拢会掠嘴，咱伫教会内底吼，这属灵的所在，讲到钱啊，吼，真正是无属灵。啊，是讲牧师在讲台顶悬，应该搁较侪教导咱属灵生命安怎来成长。若是讲到奉献，讲到爱献钱，安尼就无好。所以咱对圣经中其实有真侪积财的教导。有当时咱只是看到中的一句话，吼，就有予咱产生唔对的观念，啊是讲咱家己甲伊误解。其实圣经内底耶稣捌讲。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，耶稣阁讲啥物？送香的人有福气，啊，阁有讲呢？耶稣嘛捌讲，那是恁好赢的人有财富啊。而且啊，阁有咱今仔日所读的两位所在的圣经，是箴言23:第五节讲，叫咱减要注目伫迄个空虚的钱财嘛。啊，阁有提摩太前书6:17有讲。也无得下因的愿望伫无定的钱财，所以这话予咱有误解。掠做讲有钱是毋对，掠做基督徒无应该有钱。特别当咱读圣经新约内底，耶稣捌讲一个譬喻，就是有一个财主佮一个乞丐的故事。有讲到这个财主，当伊死了后，伊到伫阴间伫受苦。啊，这个乞丐呢，伊死了后，到底倒位？天堂伫亚伯拉罕的怀抱中在享福。所以安尼来看，有钱敢真正唔对？是毋是送香就是福气？富足就是财富？所以咱今仔日要通过圣经的看法来调整咱几个对伫送香是福气，富足是财富这个观念，咱要做伙来调整。第一个，圣经伊绝对毋是讲送香是福气，富足是财富，这个道理圣经无安尼讲。伫路加福音6:20，圣经安尼写：耶稣徛目看伊的学生，讲：恁送香的人有福气啊，因为上帝国是恁的。直接主耶稣伊所讲的送香，并毋是讲物质顶端的送香，伊毋是讲。你无衫通穿，无物件通食，无所在通住，毋是即个意思。伊所讲的是，咱的态度是毋是谦逊、谦卑，知影家己内面不足、甲欠缺，而且是愿意渴慕来到上帝面前来追求的人。主要所讲，即款的人是有福气的，因为即款的人，伊要对上帝遐得到心灵平安甲满足。这种的平安跟满足，绝对不是物质，而是金钱会当代替的。所以要知影圣经无甲咱讲，送香就是福气，富足就是财富，这个道理。第二个，
主耶稣伊并无高举送香，或者是强调爱送香。虽然伫圣经内底，咱常常拢会看到，好亲像形容主耶稣真送香的经文，亲像马太福音伫第八章二十节，耶稣甲因讲：河里有空，天中的飞鸟有收，独独人子无挤头壳的所在。啊，搁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嘛安尼讲。因为恁知恁的主耶稣基督的恩，伊本好样，为着恁诚做颂扬，要互恁对伊的颂扬来诚做好样。所以有人就认为，咱的主耶稣是颂扬的呢，所以咱嘛应该爱颂扬。其实这种的观念嘛是唔对，主耶稣伊并无高举颂扬。主要说伊所讲伊的颂香是讲啥物？是讲伊予人钉伫十字架顶，为着咱每一个人摒空伊的一切，为着咱牺牲所有，牺牲伊的性命、伊的身躯来留伊的宝血，为着就是要予咱会当食做富足的。所以主耶稣本身伊就是富足的，伊毋是颂香的。所以，伊爱咱每一个人也食做富足的。所以，富足甲有钱，毋是财富。第三，到底人人拢想要追求的金钱，是毋是万能？佮讲到咱的俗语，好一句华语的俗语说了：钱不是万能，没有钱却万万不能。好，都万万不能，对啊，金钱绝对毋是万能。总是伫咱的生活中，若是无钱，咱嘛无法度。所以金钱对咱来讲也是重要的。只是咱要知，咱会当用金钱买上好的药啊，总是咱买袂到健康。咱会当用钱去买真好食的山顶海味，总是咱无法度买到真好的嘴巴。咱嘛会当用金钱去买上高贵的材料所做的眠床。总是咱知，咱却无法度去买到真好的睏眠。莫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，甲咱提醒讲：，担无得下因的五芒，伫无抓到的之灾，就是因伫万面满满，予咱享受的上帝。所以可见，之灾绝对毋是万能。第四点，敢讲有钱真正毋对。敢讲钱财，伊是万恶的根源吗？咱的圣经真济所在拢有讲到，上帝是赏赐丰富予咱人的上帝，伊是赏赐者，伊是予咱的迄个上帝。所以诗篇三十四篇第十节有讲：，直直独独找耶和华的人，无欠什么项的好物。诗篇八十五章十二节嘛讲。耶和华要收拾好面，可见咱的上帝，伊原本就是真欢喜，将伊的子财、将伊的富有、伊的富足收拾予咱。所以有钱毋是毋对，总是如果人若是用无正确的方法去得到子财，安尼就毋对，这就是贪。好亲像咱即马看到电信企业共款，伊就是用无正当的方法，想要得到钱。可能以前人看伊真正是有钱人，对无？真富足，总是敢是永远。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甲咱讲，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，贪财是万恶的根源。所以钱财本身并无问题，问题出伫咱的心中迄个贪念啦，迄个贪。所以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也教导咱，你着尽力保守恁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所以基督徒正确的钱财观是啥物？咱看到今仔日咱所读的箴言二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。我是用
台语和日本啦吼，毋通拖磨来求好赢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你敢要注目伫迄个康熙的之才吗？意思就是讲，拖磨得到的，往往无一定就会累积真多咱的财富。真侪时阵，咱掠做，我只要开真侪时间，我就一定会有经济效益来出现。总是伫圣经的角度，伫上帝眼中，无一定是安尼。因为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，主耶稣讲：人若得到全世界，来丧失伊的性命，有啥物利益？啊，是人要出啥物来兑换伊的性命？其实即句话，咱伫咱的身边，也是讲咱伫新闻中间看到真侪实际的，就是有个人一世人打拼，毋忙安那，伫台北市买着一间厝，所以伊日夜工作，暝夜工作，兼真侪的工作，就是要趁钱。趁到最后，伊钱无趁着，反倒互钱趁去啊！伊毋但背著家己的健康，甚至背著家己的性命。所以圣经甲咱讲，毋通丢磨来求好赢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，毋通掠做家己啥物代志拢会当做，掠做只要拍拼，就会当得到财富。俗语讲：“钱四骹，人两骹。”咱人永远拢无法度约着钱，约着钱。请兄弟，主耶稣讲：“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伊个性命。”即句圣经毋是要甲咱讲啊，咱做基督徒，啥物拢毋免做啊，咱毋免拖磨，毋免劳瓜啊，只要信靠上帝，逐工吟诗唱歌服侍就好。毋是呢，主耶稣毋是即个意思，因为伫旧约圣经创世纪嘛，甲咱讲，上帝甲亚当讲啥物？你个肝劳满面，才通得着食。而且箴言嘛，甲咱讲第六章，爱咱去看羔羊。圣经安尼讲，贫大人啊，你着去看羔羊，受伊个惊罪，通得着智慧。贫大人啊，你要困到第时啊？你什么时困起起来？搁困点啊久，搁眠点啊久，你的丧香要亲像贼来到。可见圣经的原则是要叫咱每一个人爱温困做工。总是人的资财，到底爱累积到偌济，咱才认为有够？其实，咱每一个人有无同的标准和角度，所以无一个标准化。总是圣经有一个标准，咱拢会当来遵守的，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，伊讲：但是有通食穿，咱就要知足。但是有通食穿，咱就要知足。这是今仔日的人。毋是遮尔容易就知足，知到咱家己，互家己陷落伫济济个劳苦愁烦个中间。主耶稣伊嘛捌伫新约讲着一个譬喻，伊讲着一个真有钱个财主，伊有钱到伫伊个积仓，拢装袂落伊个田产年所出个遮个土产，所以就对家己讲：啊，我要来起一间搁较大、搁较大个一个积仓。然后来收啊，所有的一切。然后，伊就真得意，对家己的灵魂讲：“灵魂啊，通清闲来啉食，来快乐啊！”谁知圣经内底有记载，上帝却要对迄个人讲：“戆人啊，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，就你所陪伴的，要归什么人啊？”听下这，咱看咱的主，咱的上帝，伊对财主的定义是啥物？一般咱对财主的定义是啥物？啥物叫财主？咱讲这个人是财主，因为安那，伊有钱，吼、哦。咱的主耶稣伊毋是安尼呢，
伊毋是看即个人有偌济资财来看伊是毋是财主。咱想看卖，一般咱若照字的表面来解说，财主的意思就是财富的主人啊，财富的主人。总是主要所看即个财主吼，咱所看的财主，毋是财主，因为伊是安怎？伊是财奴啊，财富的奴隶啊。所以，亲爱兄弟，咱的上帝毋望咱每一个人拢食做财主，就是要食做财富的主人，毋是爱食做财奴、财富的奴隶。到底咱要安怎会当食做财主？吼，咱要食做财主，有毋望无？咱拢毋望食做财主，吼。所以圣经甲咱讲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，即节圣经在咱嘛足熟个。无人会服侍两个主人，因为伊会怨恨即个疼迄个，也是会对仗即个看轻迄个。恁袂话侍奉上帝，煞侍奉自在。所以圣经甲咱讲，咱人的心无法度相时疼上帝，阁相时真爱自在。当然，咱的心是会当疼世界。因为上帝创造人伫即个世界，所以咱应该爱疼世界。只是即个疼上帝甲疼世界，这两个中间是有前有后，也有轻较重的关系。譬如讲，咱伫选择一个工作的时，薪水待遇当然是咱考量的基本的条件，总是要知迄毋是上界重要的。咱上界要考虑的条件。咱做基督徒应该是要先来敲查上帝旨意，要食做咱第一重要的条件。因为咱人若是想要挖靠迄个无法着定着的资财，其实往往拢会带予咱真济烦恼。就是有钱的时，咱真烦恼，伊是毋是会发泄，真就因照飞去啊？啊，无钱的时，阁烦恼无钱通用。所以主耶稣教咱要学习看天顶的白鸟，甲地上的百合花。讲伊安那无种作，无修行，上帝拢有饲伊。主耶稣伫遮嘛，毋是要甲咱基督徒讲，你会当辞掉工作，代志拢毋免做，也毋免管，咱就等候、等候上帝对，互咱来供应就好啊，供应咱就好啊，毋是。上帝爱咱去学习信心的功课，伊爱咱毋免过头去烦恼，伊爱咱将信心建立伫伊家己甲伊的话顶端，毋通将咱的信心放伫迄个财富顶端，因为地球的财富无保障，也靠袂掉。就好亲像咱的货币，也是讲汇率、利率这物件，无法度稳定同款，是靠袂掉、抓袂掉。所以上帝爱咱，注目伫伊个身上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伊讲：身躯个顶就是目睭，你个目睭若金，同身躯就有光；你个目睭若花，同身躯就暗。所以咱个目睭若只是拢看到自在，安尼咱个全身拢会黑暗，因为圣经讲。恁的资财伫倒位，咱的心就安那，也伫倒位啊。所以，咱要保守咱的心，保守咱的目睭，毋通独独只有看到字向前看，免得咱规个人，咱的前途全部拢黑暗。哈该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：银是我的，金也是我的。可见咱所有的一切，整个世界的财富，拢是上帝的。所以咱所有的一切，拢是对上帝来。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，爱搁较知影感恩，爱搁较知影来奉献。奉献就是咱人领受到上帝恩典了后，咱所表现的一个反应，甲一个行动。这种的反应甲行动，当然要包括咱的全人全心。总是金钱的奉献，咱要知，
这是上界基本咱会当表现的方式。如果咱连上界基本的金钱奉献，咱拢真恶，很困难，真恶的来做。你要讲，咱要讲到，咱会当全人全心来奉献，迄就真恶啊！因为基督徒，咱伫金钱顶端十分之一的十一奉献，是咱做基督徒上界基础。应该必须爱回应上帝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，咱嘛真是这段经文。圣经讲：人拣头体，人拣通头体上帝的面嘛？恁竟然头体我的面？总是恁讲，阮伫什么事头体你的面？就是伫应该立的十分一加礼面，因为恁同国的人。拢偷摕我的面，所以恁受同的咒诅。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恁着用十分的一分，完全送入库库，予我的厝有米粮，用这个来试我，看我个人甲因开天的窗啊，变福气予恁，到无底窗下无。每一个属上帝的子儿。咱一定要家己对家己有一个要求，上基本我对上帝的十一奉献，我会当照安尼来做。因为上帝讲，你安尼来试我看卖。咱想要予上帝福气，拍开天顶的窗，拼福气予咱，到无底当下无。因为上帝是欢喜赐予咱的上帝，毋若安尼，煞接十一节。伊阁安尼讲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我要为恁击毙草蜢，无容允因毁坏土产。恁残年的葡萄树，伫未熟的大山，也无落叶。请听这，咱想看卖，咱的一生中间，咱是毋是真拍拼，毋忙做啥物，总是到尾啊，啥物拢无。是毋是咱的生活中常常有迄个囤大架，吼，着迄个黄、迄个草莓啊，囤大架，伫破坏着咱的家庭、咱的事业、咱的家己、咱的健康呢？咱想看卖，是毋是咱的心内，毋茫搞错，总是心内真济的物件，伫咱的心内安尼结伫遐，充满着劳苦甲愁烦，是毋是咱逐项代志，不管安怎做，拢真袂顺？如果是的事，请咱家己转到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认罪悔改，求信心启示咱，咱是毋是有偷替上帝的面？咱是毋是无将咱应该立的十分之一，咱会当全然送入上帝的厝？上帝讲，恁会当用这個来试伊，看伊是毋是为着恁来拍开天顶的窗，变福气予恁到伫无底下的所在。兄弟，咱想看卖，咱对出世到今嘛，咱出世的时，请问恁有炸物件来无？哈，咱出世的时，咱是空空，啥物拢无来。今嘛，你看咱，咱看咱家己，咱的情清塔，咱所带的物件，有看见上帝稳定无？上帝赐福予咱的家庭、家己健康、事业。咱所需要的一切，咱是毋是应该搁较侪来回应上帝听？伫生活中，咱行出伊的伊，咱是伊家己的款式。伫生命中，咱活伫伊的旨意的中间，伊要保守咱，祝福咱，伊要建立咱的手所做的工，亲像圣经讲迄个葡萄园内底葡萄树共款，到还未收成的时。绝对袂落了，请听这，积财并袂妨害咱甲上帝的关系，袂影响咱甲上帝的关系，也袂影响着咱得到心内平安。积财全部要看咱安怎来对待伊。若是咱将积财本身当作是一个追求的目标，安尼咱就会变作自高自大。目中无人，目中无人。若是咱是要用钱
只是要真多满足咱欲望来真多咱的目标，安尼咱的生活嘛会堕落，嘛会腐化。有人讲人生有两大怨叹的代志啊，第一个就是人还袂死，钱已经用完啦，因为还袂死，还阁需要用钱，无钱通用。第二个就是人得要死啊，钱还阁存足济，还袂用完。吼，所以有人讲，死后人不一定进天堂，但钱一定在哪里？在银行。后面还有一句哦，那是财产较济吼，可能你的子孙就要安那对簿公堂。所以诗篇诗人伫九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，诗人甲咱讲，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予阮得到智慧的心。咱若有智慧的心，就会予咱的日子安怎，咱的快乐也安怎。知足常乐，这是上帝在创造咱人的时候，予咱人一个真基本的生活的态度。是所有的人，吼、哦，知足常乐，是上帝予咱人上界基本的生活态度。总是基督徒却毋那安尼啊，因为上帝话也提醒咱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，敬虔加知足，就是大利咯。好、哦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。所以咱要将对上帝迄个敬虔的态度，用在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项顶端，咱就会看见，咱会得到对上帝来丰富充足的供应。愿咱拢会当做上帝的家内底的好管好管家。咱善用伊所收束的资财，立伫上帝的国度，甲祝福咱周围的人，互咱的性命会当发出迄个祝福，甲迄个快乐，互咱的未来。毋是放伫迄个无掠着的资财顶端，互咱的未来是放伫上帝的心中，互咱一会当真安然自在来面对。亲像保罗伫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伊安尼讲：我讲安尼，毋是为着用无够的恩果，因为我已经学习，无论啥物境遇，无毋知足，我知影踮伫逼真。也知影踮伫富足，迄是饱，迄是枵，迄是富足，迄是欠缺。凡事我拢劳力，踮伫收拾我困难的，我事事拢会。伫现代中文译本上尾啊一句：凡事我拢劳力，踮伫收拾我困难的，我事事拢会。伊个翻译是讲啊，踮照着基督所收拾的困难，我会当适应任何的环境。我会当去面对任何的环境，愿上帝赐予咱，甲欢喜收拾各项好物的上帝，做伙领受，而且享受伊家己的丰盛，予咱的性命有真正的富足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搁一届伫你的面前献就感恩，主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欢喜收拾各项好物伫阮生命中的主。主总是因为阮人的软弱，真侪时阵，阮常常毋望阮的安全感会当建立伫遮会看会到的物质，也是资财顶端。主，你帮助阮，互阮常常存一个敬虔的心，而且有知足的心伫阮的心内，互阮所得到的一切，阮当食做好的管家，为上帝国度甲需要的人，互阮会当做真好的安排。予上帝通过阮，予人看见上帝的庇护。主也恳求你，使阮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的中间。主因阮知你是庇护的上帝，无论是阮物质的欠缺，也是阮心内的丧伤，上帝你拢会当满足阮。就恳求你帮助阮，予阮有一个愿意将家己献上的心，予阮真做上帝你要使用的器具，予阮日日为主你来做工。主求你来祝福。我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来吟诵咏511首《俄罗天上帝至高至尊》，请大家起立。
领受对基督所赐予的喜乐，互恁会当适应任何的环境，加做上帝要使用的器具，过着逐天拢是富足的生活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爱，以及信心的喜乐，甲恁撒加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多谢阮，恭受切恳。